慢点吃，别吃太急。你吃不够了，咱们再点。你好，水果，谢谢。哎，往下顺顺，我再多吃点，太爽了。现在你能告诉我了吧？半年前说走就走，你们去哪个山了？田东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？他回不来了。他被绑架了。他走火入魔了。当初啊，是我拉他上山没错。我本来就是想着给雍诺借借王爷，顺便让他养养身体。谁知道那鬼地方，当初就宣传的好，说什么科学规划、亲近自然、一对一个性诊疗。其实说白了，就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干农活，我真的是花钱买罪受。可谁知道呢？田东却爱上了，自己不回来就算了，非拦着我们娘俩，也不让我们娘俩走。我带着雍诺大半夜就往外跑，跑到天快亮了才拦到一辆车，这才逃了出来。接下来怎么打算啊？余欢，分钱。我带着雍诺自己过，他那么喜欢，就让他在那待着呗。雍诺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不可能这一辈子就陪他待在穷山沟里养生吧。这孩子是多久没吃肉了？天天在山上出大力流大汗，一天三顿棒碴粥加大白菜叶子，半年啊，就半年啊，就是不给孩子吃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大胆的吃，从你以后再也没人敢说你了啊，是吧？这孩子怎么半年变得胆子这么小啊？哎，回头我再跟你细说，事儿多着呢。这几天我得在你家先借宿两天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带着雍诺跑下山了，田东肯定来找我，我得在你家躲两天。至于吗？他还能把你们俩抓回去啊？我怕他把雍诺抢回去。那孩子都荒了半年了，他得上学。你先借我点钱呗。你要干嘛？上山的时候手机银行卡全都上交了，我得买个新手机，我再买点衣服。你瞧我这穿的啥。行了，你们俩穿成这样就别瞎逛了，网上买吧。你下单我付钱。行。嗯，叶一凡。喂。喂，哎，媳妇儿，赶紧去明德医院。怎么了？乐乐受伤了。乐乐受伤了？师傅就在这儿，谢谢啊。等会儿下车。这边。来，等会儿。好了好了。不要动，不能动啊！不动不动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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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夫马上就把这麻药给咱们准备好了，不哭啊，乐乐。乐乐。这儿呢。学校一同学带了鱼，那是老师，你跟我媳妇说吧。乐乐妈，对不起，这个是金河二小一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刘老师，我这跟刘老师一会儿功夫没看着，这哥俩就把鱼钩给挂乐乐屁股上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乐乐妈。你们也太不注意了吧。是是是，别哭了，咱们打麻药。打麻药了啊？打完咱们就打麻药。你等等，等等等等，不用打麻药，我有办法，又简单又省钱。你是哪位啊？这就是那俩孩子的爸爸。你说我不是天天在渔具市场捣鼓这些东西，那隔三差五就扎一次，没大事，没大事啊。什么没大事啊？啊，这鱼钩看有倒刺呢。你皮糙肉厚没事，我儿子屁股能跟你那儿比？哎，别哭了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哎，行啊，我家那俩小子一点照顾不到就给我上解药，今晚回去我好好削他俩一顿。但是这麻药我真不用打，手术也不用做，开刀了就得留疤。你要是相信我，我有一处方，又快又好又实惠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要不你来做啊？孩子，孩子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听叔叔话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把眼睛闭上，就一下，叔叔手速特快，蹭一下就给他拔出来了啊！那比开刀舒服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哎，别动！赶紧爪给我拿开！不是你什么素质？什么什么素质？什么土方？小点声！你就是不想付医药费。
不用你付啊，走走走，就为事儿，走走走，走出出去，我这不是来看孩子了吗？不要你，哎，小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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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八蛋！你别动啊！你别动啊！是，那你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护士，叫刘大夫。出血了，没事没事。医生，我们这儿需要医生。医生医生，快快受伤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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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大坨，哪那么容易死啊？大夫，没事吧？心跳和血压都很正常，如果还是一直昏迷不醒的话，就只能电击了。啊，那这情况应该是热惊风吧？我们老家也有一个土方，尤诺，来，把裤子脱了，朝这叔叔脸上撒泡尿，热尿一急立马就。哎，可以试试。这能行吗？哪儿啊？眼睛还是嘴？往鼻孔里尿。鼻孔。嗯。谁给我一下？行了行了行了啊！别装了，起来吧。头疼。